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22 Ford Focus 4D ST Line Normal。ST Line Normal 是 Focus 最高阶的一个版本，前后配置 ST Line 的空力套件，铝圈也是 ST Line 的一个版本，后方有 Normal 字样，排气管配置是在右侧双出。后座的车门气氛，贴膜都还没撕除，后座的座椅状态都非常漂亮。后座出风口，那18寸的 ST Line 铝圈，235/40/18，连钥匙启闭车门锁，盲点侦测，前座车门状态 ，B&O 的知名品牌音响，电动椅，驾驶座椅的状态非常漂亮，全车如新，目前也还在新车保固中，副驾驶座的状态。前方的视角，平板方向盘，盲点侦测，然后有这个感应式车头灯，跟车系统以及音响快播键，车道偏移，然后有换挡快播键，里程数的话13614，然后都有在原厂保养 ，HUD 抬头。显示器 ，iKey， 然后有支援 Apple CarPlay， 然后有导航，有导航，然后倒车影像 ，Sync 的一个系统，双区恒温，无线充电座，旋转式换挡，电子手刹车以及驾驶模式的切换，2022。Focus ST Line Normal 最高阶的版本，只跑10000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目前也还在新车保固中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